为什么都说在币圈拿空头能赚到钱，你却一直赚不到？本以为可以靠一些项目赚不少利润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，天天在消息爆炸来币圈看到谁赚钱了，羡慕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，接着心态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，情绪变得 FOMO， 总怕错过一些机会。那么想分清楚项目有没有潜在的空头价值应该怎么办？大家好，我是加密大聪明，今天我拿四个项目举例子啊，包括有钱包、以太坊二层网络、 DEX， 还有一个零路的平台，来看看怎么辨别一个项目，我们尽量把获得空头的概率提高上去。我们直接先来看第一个项目啊，Matcha 抹茶。这个抹茶呢，不是 MXC 那个抹茶，大家不要误会了。我们先看项目呢，我们首先要看项目它是做什么的，看有没有人投资。Matcha 它是由零叉实验室团队开发的，而零叉实验室它几乎为所有的顶级 DeFi 产品提供了技术和服务的支持。现在这个抹茶呢，它的理念是简单的去中心化加密货币交易所聚合平台，它在今年的4月16号上线，被称为 DEX 版的 Robinhood， 主打用户友好的概念，现在是还没有发币的。接着我们看投资机构啊，它是由零叉实验室完成领投的，Coinbase 旗下等投资机构完成跟投，完成了$15,000,000的 A 轮融资，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并扩展去中心化的聚合交易产品。我们看完这两个，接着我们可以看三个量，分别是流量、交易量还有搜索量。流量呢是包括推特和电报群，我们来到它这个推特里面，在推特上面呢可以看到你共同关注的大 V 有没有关注它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几个共同大 V 关注它，比如说像 Winnable 的这个平台，还有像几个推特上面的大 V， 三万粉丝的关注了它，还有90,000粉丝的也关注它，还有一个是双子星交易所的创始人也关注了它，说明这个项目还是有一定热度在的。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翻一下它的推特的一些动态啊，看一下他们最近有哪些动作，然后还可以加他们电报群看一看，看他们活跃度怎么样，有没有讨论啊。第二个呢是看交易量，交易量可以在 Dbank 上面看，看到 DEX 的排名，现在是选到交易所，然后选到马蹄链这里，它现在抹茶排名是第三啊。这个交易量在这里还可以看到24小时的交易量，还有24小时的交易次数，还有它的用户数，它用户数是有50,000，然后现在是在前三家里面啊，有希望成为就比如说更大的交易的聚合龙头啊，抹茶交易所。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搜索量了，搜索量可以在谷歌指数里面看到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搜项目的名字，这里可以大概看到它这个搜索指数是多少，有没有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。不过现在这个抹茶这个单词呢跟英文重名了，它可能就不会那么精准了。这个办法呢可以适用于不是同名的项目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的搜索指数是多少，这里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数据的。这几步呢就是大概看项目的一个基本方法，当然你想仔细研究项目的话可以去看它的白皮书啊，仔细的研究才会有更加深层次的机会。我们看完这些，我们来看这个抹茶是怎么做交互的。好了，我们先来到抹茶的官网啊，目前官方呢是没有明确空投的，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，你在 DEX 平台上兑换任何币种都是算成功的交互一次，所以就尽量多体验一下。我们点这个 star， 现在进来我们选的是以太坊，多体验的这个意思是比如说你在以太坊网络兑换了，然后剩下的其他网络比如说在 BSC、 马蹄、 ABA 的这些网络都可以依次的兑换一下，兑换的时候就可能以太坊的这个手续费扣的会稍微比较高一点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手续费多少，现在是$32兑换一次就算是成功的交互一次了。底下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些马蹄网络这些兑换的话才是比较便宜的，你看它手续费只有$0.0003。完成这四个交互的话就是完成了在 DEX 平台上的这个操作了。好的，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存在空头潜力的项目，就是 Optimism， 我们接下来简称它为 OP 啊。还是老办法，我们先来看它是干嘛的。 OP 是为以太坊提供了二层扩容解决方案的，它有谁投资呢？目前它已经获得了风险投资公司和 Coinbase 投资者的支持。与以太坊主网相比呢，这种二层网络为了更实现更低的费用和更低的延迟和更大的吞吐量， OP 使用了 RoomUp 将交易通过以太坊侧链上的智能合约捆绑在一起，然后再广播到主网上面，所以通常二层网络的交互手续费是很便宜的。目前它已经完成了$25,000,000的 A 轮融资。那怎么撸它的空头，怎么做交互呢？我们来到它的官网上面，点这个，然后我们连接我们的钱包，
这都是正常操作，连接好钱包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以太坊存到它这个二层网络里面，点击 POS。存好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体验 OP 上面的生态了。目前部署在 OP 上面的 DApp 有这四个，就可以挨个的去体验一下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 Uni 上面，我们先要连接钱包，然后再切换成二层网络，因为我们刚刚充钱进去充到二层了嘛，然后就可以把二层的个 ETH 再兑换为这个其他的这个币种，就算是成功交互了。接着还有三个其他的项目呢，我们也可以挨个体验一下。这个最主要体验就是一般都是你在上面 swap 下，把二层网络里面的币交互一下，交互以后呢还可以在池子里面添加一下流动性。剩下两个项目呢真的都是大同小异的，也是比如说都是你二层网络里面的币做一下交互。这个呢有点不同呢，它这个就是要staking， 就是肯定是要质押挖一下。比如说它这里是要先说你先命一个它这个 SUSD， 然后换完以后呢来到这里 stake 再挖。这四个项目呢可以根据个人的选择去体验，不过在二层网络里面手续费其实都不是很贵啊，贵的话其实就是从一层转到二层的手续费会稍微贵一点。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第三个项目啊， Phantoms。Phantom 呢它是专门为 DeFi 和 MFT 设计的加密货币钱包，我们需要在这个谷歌应用商店里面添加一下它的这个过场程序。它是在 Solana 生态里面最好用的钱包，用过的人都觉得很丝滑，在今年7月份已经完成了9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。那怎么做交互去撸它的这个潜在的空头呢？我们首先要在交易所里面购买它的代币啊 SOL， 转到钱包里面，转到钱包里面swap 三次就可以了。这边建议的话是$1,000，为什么是$1,000呢？$1,000我也是听大部分说的，所以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啊。毕竟空投的话它就像买彩票，我们都想中奖率高一点。如果这个资金充裕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$1,000的去选择做交互。第四个项目的话，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维基百科，这个的话我就当做一个这个反面的例子来分享，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它是什么都查不到的。因为他这里说的是比如说你参与了编辑以后他就有空投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要用自己的主要的钱包去做交互啊，我们可以创一个子钱包或者新建一个钱包去尝试，说不定就可以薅到他的这个空投啊。参与编辑的话其实也是很简单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搜一个比如说关键词里面就可以参与编辑了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毕竟这种不知名的项目，也没有说任何背景，没有任何投资方的项目安全地啊，所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就不要用自己的主要的钱包去撸就好了。好的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订阅加点赞，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提问或者加入我的电报群啊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